轻松一下，我们的独家报道，带您看看正妹正头，这是在高雄这群女生。辣妹她们穿的是传统的服饰，再加上流行舞步，那么这样的阵头青春有活力，也让她们活动都接不完。这一场庙会表演很不一样，红色的蓬蓬裙配上改良式的旗袍上衣，头上绑了可爱的包包头，还加上袜套，说她们在跳阵头，你相信吗？庙会的观众两眼发直，这一个正妹正头平均年纪20岁，而且他们的表演不只有古阵，还结合传统舞蹈，最后甚至摇身一变变成马甲辣妹，跳的是少女时代。我们是韩风的舞蹈，对，然后那个也是我们最近新加入的东西。这群正妹十几个人都还是大学生，想要加入他们有严格的条件限制，身高要160公分左右，体重也不能太重，还得要有学舞的底子。因为团长觉得想要让阵头结合创新元素，还要兼顾传统，才让他们学着跳古阵，想不到大受欢迎，现在要请他们去表演，不好意思，请先排队。记者吴清、张国胜、邱倩雄高雄采访报道。